林在这场战争里头，他输掉了最多的是什么？其实，在当地有一些鄂语系的人，他们在灵魂，在他们的很多心情里头，都会认为他们过去跟俄罗斯是息息相关的。但他们到底还是住在乌克兰。我们来看一下敖德萨的地图。尼古拉耶夫呢，就在敖德萨的上方。整个战争呢，完全就是为了要攻占敖德萨而打的。敖德萨是现在乌克兰第三大城，而且是主要的军事补给跟贸易的城市，所以普丁对这个地方开始进行了轰炸。这里有太多的历史遗产，而这些遗产其实是俄罗斯过去留下来的遗产。它让当地，我们看人口虽然占67%的俄语系，乌克兰语系的人只占31%，但是它改变了当地有很多人，他们原来对俄罗斯有浓烈的文化历史的情感，现在他们奋力的对抗普丁。